今天6月2号，体坛观测站由我常富宁为大家送上精彩赛事。NBA 总冠军赛，热火踢馆丹佛轻快，丹佛想要创下队史上面的新纪录，热火可不这么想，他要想办法继续他的老八传奇之路。士官长 Butler 对上大三元制造机 Jokic， 到底哪一支球队能够抢下开门红呢？美国职棒大联盟教士出战马林鱼，红袜出战红人，这两个系列赛终于要分高下了，精彩赛事可不容错过。TSR 全国摩托车锦标赛即将迎来第三站，在台南安定的赛事，经过了前两站的赛事洗礼之后，选手及厂商对于赛事的表现因有的想要讲哦，晚上一起打开电视机来看麦就知了。全球精彩赛事都在这个晚上9点体坛观测站 See the difference。